好的，各位非常抱歉，这个我断线了。不过，而且我在最关键的时候断线，所以我不知道哪一队赢了，真尴尬。我这时候只好把英文台开起来看一下。非常非常抱歉哦，这个网络出包。Fantastic stuff out of Morgans. Barely scraping that victory out right there. 10 points. They do take the series 2-0. 对不起，是那个 Morgans and Roses 赢了。这边最后只赢十分。这个在最关键的时候，这个网络爆炸，所以这边跟大家说一声非常非常抱歉，非常非常抱歉。那这场这个比赛就到时候。你们再看一下那个英文台的 VOD 好了，对不起，哎，对，非常非常抱歉。我看英文台，最后看到英文台是那个 Morgans and Roses 500比490赢了。然后这边他们换了一下密码，所以我想，哎，真尴尬 ，sorry sorry。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今天是有那个。今天是有五场比赛，等一下会有一场补赛，就是由这个 Rank 55 Dragons 对上 TCG 哦。好吧，那这边再稍微休息一下，但是那个补赛的那一场的图片我没有做啊，所以就放个中场休息图好了。这个谢谢大家体谅我，有时候会这样。我们连欧服什么的还是有点，而且不过刚才不是游戏断啊，是我整个网络就断了。为什么英文台直接离线啊？
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英文台好像出了点问题，那所以还要等英文台恢复哦。那反正等一下是这个，欸，我上一周的图不知道还留不留，留着。我上周图没有留着，所以反正等一下是 rank 55装 TCG。其实这场我蛮想看的，我想看一下 TCG 这一季到底能打得怎样，因为你对 rank 55装是一个指标嘛，他们毕竟是第一季的冠军。那 TCG 我又是觉得他们阵容看起来真的挺不错的啊 ，Helsis 对不对 ？Drazen， 然后 Frey，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玩家。那他们上一季是没有成功打入最终的四强嘛？那这一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，就是可以争夺一下前两名的位置，欧服前两名的位置。什么没缴钱啊？什么可？没有缴好吗？然后早上八点有美服的比赛啊，那我会不会转播不一定，只能这样说，不一定，对，看有没有缘分。不过还是可以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今天早上八点那个美服的比赛是 PZ 对上 EZPZ， 然后James and Tonic 对上 Never Lucky， 然后 Astral Authority 对上 Spooky， Final Phone 对上 Never Lucky。 诶，为什么两场 Never Lucky 啊？这 ESO 这边写错了吧，我看一下。为什么网页打不开？我网络又挂了吗？没有啊，奇怪。好，我ESO的网站突然开不起来。他那最后一场应该那边写错了。想一下还有哪一队啊？不管。那英文台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应该就可以开始看那个比赛。那等一下的比赛，因为由于是第一周的补赛，所以它的用的地图的顺序会跟刚刚我们看到不一样。还有谁不脑子对？没有，其实，我看他直播的时候啊，常看到他落后一屁股，还是打得很冷静啊。我们先切回来好了。
因为要看一下那个 TCG 的队。好，等一下会打的是这个 Rank 55 Dragons 对上 Civilized Gentleman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有点，英文台，英文台好像刚刚挂掉了嘛，然后那些选手就说。很晚了呢，我要睡觉了，什么什么的，我还没刷牙呢。好，进场，进场，进场。我们 build 大致上都已经看过，所以好看一下 Tespi 还是用他的战吼死灵。快没声音了。然后弗瑞这边用的是点怨恨线的，怨恨313的，然后带三个战吼，一个文章的。Kazus 这边是点 Invocation 211，那 Levin 是点 Retribution。212，两边的那个 Revenant build 是有点差异，还有死灵 build 也是有点差异。那工程应该只有那个 Zen 这个符文选择是，对，这应该是符文选择不一样，一边用 Lisa，一边用那个 Scraper。然后两边的幻术都是带这个 Ether Fist，所以 补血也是一样的，其他元素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异。啊，他们 Main Call 是点被动的一个解晕哦，我自己也是点这个被动的这个解晕，因为我觉得。在面对很高强度的时候，你要把超载唱完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对方一定会想办法断，但这是有可能是我太懒。我也没什么玩元素了，现在。这季我是大部分是用幻术打的嘛，大部分是用幻术打上传奇的。说到这个，是不是要聊一下那个 MMR 地狱这件事情？MMR Hell 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没有 MMR Hell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现在人比较少，是可以来聊吗？对，我觉得没有打不上去这件事情，真的。假设你有真传奇实力，就是真的传奇的实力，也就是说你的技术比。钻石还要高一阶，而不是你的技术大概只是在钻石，但是你用场次打到传奇，懂吗？假设你的技术真的比钻石高一阶，你爬前面的真的是你根本不会卡住，就是，尤其是这季的匹配机制根本就是天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路连胜上去。但是我讲这个，就会人家觉得我都，你知道，有些人就说我什么都是，我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 Rex，那什么，那个有点像 PTT 的那个什么，
K 岛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说什么技术至上？废话，你一个游戏，难道你运气至上吗？这不是。如果我用，如果一个游戏它胜负真的百分之超过一半哦，51%是看运气，那是我的话我就不玩，粪 game。你如果说百分之二三十的胜负是看运气，我觉得还好啊。你还是可以掌握。假设你够强，就是你明显比你的对手都强一阶，那你还是可以掌握剩下的百分之60-70%吧。有可能你还是 carry 不动，有可能，但是至少怎么讲，你的胜率应该不会太差。对，这一季真的比较简，这一季真的比较简单，烧了很多场。我自己这支打80场上的传奇，上一季大概100多吧，就单排的话，然后，而且我那80场还是因为我钻石之后，钻石后段我一直遇到小 QE 他们三排，连续好多场，就小 QE 他们对三排连续好多场，然后我后来打那个小号到钻石，就是从红宝到从红宝末到钻石到传奇，输的比我打自己的账号的时候还要少，所以后来。我觉得后来打更容易了，就现在打更容易，因为现在打你如果打到钻石场，你会觉得那些钻石实力根本没有，大概就跟赛季初的时候的蓝宝石差不多。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坏啊？但有时候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嘛，你不能，我也是个人类，我也有 feeling 的好吗？我也是有自己的感觉。但我大概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一季真的，如果你的实力是真传奇哦，你会觉得这一季好爽，好爬分。但是你上到传奇之后，我是说爬分的阶段哦，就是从一开始到传奇，但是上到传奇以后就不一定了。上到传奇以后，像我就是觉得我打起来感觉就是。比看哪边职业选手多，真的。我排的时候，那么对面是 Never Lucky 三排啊，然后我这边是谁，就比看哪边。我还有遇过那个 Jensen Tony 的五排的那种场，也就是比较不一定。其实我有个观众 ，Rex 应该知道他是谁嘛？就是上次有找我们丢的那个，他也上传奇啊。我觉得稍微磨练一下自己的那个，好，先不讲废话，我讲太多废话，看一下开场那个战术布局哦，蓝队全部走侧门。Helsis 想先去终点白，蓝轩先去终点吗？抢上终点，其他人在那边等他们，这边要被抓一波，Zen直接半血了。好 ，Helsis 摆了一个传送门，要往原点靠。那蓝队是先踩下自己加点，不过这个加点会爆发一波三 v 三的团战。这一波的话，我觉得。就目前看起来，每个职业的动向来讲，我觉得那个 TCG 是比较赚的。
因为Helser 在这边单挑 Leyland 的话，第一个是魂武其实很不好打幻术啊，这边点因为已经被开白，因为魂武很怕那个困惑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他把一个他的直上爆发角限制在这边，其实他也是赚的。然后再来一点，就是他其实可以用一个方法让 Revenant 就是很难受，就是他刚才不是在中，好像他现在传送门已经没了，但他刚刚传送门还有的时候，他可以让 Levin 无敌斩他的时候放传送门，把 Levin 带去终点之后，他再踩传送门回来，把这个点踩白或踩下来。这时候因为他们终点是还有人的，这时候变成说他那个。等于说他就免费把这个点踩白这样子，所以第一波的这个开局战术，我觉得 TCG 这边是小赚一点。好 ，Tasty 死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，这边大概会被亮尸亮一下，那 Manco 没办法救。再来 Helses 过来，他跟。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就是你拿一个 Revenant 在那边打幻术，第一个有点被 counter 到，然后所以 Levin 就换了这个 Misha 过来，两个幻术在这边单挑。这我觉得，如果他4月19把 DH 机动性改强一点，我觉得这比赛就会变得好，更好看。至少会有一个，除了让幻术单挑的方法以外，去 counter 那个幻术的手段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有可能直接组成上每队直接组成上可能会有一些改变，有可能。好，刚刚这个红队是配合了这个复活的 Tespio 把家电给拿回来了。那这边双方都用了一个传送门，把对方的传送门逼掉。不过 Misha 这边好像比较保险一点，他选择等那个传送门确实就是消失了，但是他这样的话变成他要走上去 ，Tespio 等于是先死在了这个终点上面。好，绕了一下，然后一个闪现上来，还是阻止了这个点位被开来。不过他吃了一波这个大水伤的伤害。我那个乌那个什么，应该是乌鸦吧？乌鸦肩膀其实好，那个特效好碍眼啊。啊，有人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吗？一直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在那边飞飞啊飞的，谁带的乌鸦肩膀？那个叫什么 ？Night Fairy 是不是啊 ？Blue team grab the capture point。我米小的位置有点危险，在这个位置被截到。后面有魂武，前面有哇，米小这一波，这个可能会导致他们终点败掉。哇，你看红队这边的症状。虽然是解掉了，但是刚才还是看起来很触目惊心啊。Tespi 这个位置也有点啊走不掉了，他们大概要卖掉他了、哦。其他队友 Manco 还是往这边补，但是我觉得 Tespi 是死定了 ，Manco 要小心，不要就要自己死了。他还有没有招？好，招式开光了，利用一下地形。又是 Helses 跟 Misha 这个欧服的两大幻术啊！Misha 这波爆发是被躲掉了，这个波粉碎是没有炸到什么。好 ，Helses 开了一个传送门，把死灵传过来 ，Misha 有点危险，跟着队友要撤退。
他这边在那边有留一个传送门的、哦，先打算先上中打一波吗？这一波 Helsers 是已经没有传送门了，所以 Misha 如果终点看觉得打不下来，他先变机一波，对方的工程抓点这边是直接倒了，他有可能会用一个传送门回去把那个点位给开吧，因为 Helsers 应该是没有，对他没有传送门的。看 Misha 有没有要回去，好，他传的那个元素回去，所以可以把加点给开白。TCG 这边的轮转也是还是做的相当不错，就后在你的工程被秒掉之后，并没有产生就是剩下的这个额外的减员，所以这个伤害虽然这一波是被对方拿下两个点，那其实最主要的哦，我这边可能会被开白哦，差一点。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那个 Helsers 那个传送门已经用掉，所以那个必定会被。那个加点必定会掉的，那他要做的其实就是不要因为你死了一个工程，然后结果你又多死了几个人这样子。好 ，main 靠这个水超载是白放了、哦，自己血是满的，然后 test 比并没有出，他自己本身血量也还好 ，test 比那时候应该是还没有需要水超载，不过他是先放先转 CD 也可以。好，这波的2v2 Tesby 被激活的很厉害哦。不过他身边有个元素的话就还好，看等一下元素有没有办法帮他补到血量，等他出了 F1 之后。好，出了 F1。哦，不过 Mancow 的那个补血好像是被肉油血踩掉了，并没有补到全部的样子。不过他们，两个边点都是处于一个开摆状态啊。那，红队可以利用终点，不断的把分数领先的分数慢慢的扩大。啊，这边要补血了，啊，这一波有补到了，一个水超载，水超载被断 ，Tesby 有点危险，利用了地形。米小这边用了一个传送门哦，哦，这边 Helsers 也有传送门。米小刚才是用了一个传送门从转了一波，转到边点打一波，但是 Helsers 也有传送门，传了两个人回来，那终点就会被蓝队那个石林给踩下来。那 Helsers 这边他们人数上是比较少的，他们是一个2v3，所以要注意不要有减员的情况。那自家的元素是被变机一直逃，身上八成的空过五成折磨要死，那终点要掉。好 ，Tesby 这边刚刚死灵踩下蓝队死灵踩下终点之后是夹过来了、哦，那压过来这边是一个三 v 二，先把 Tesby 收掉。但是蓝队元素刚才是被变机的，所以 Misha 也是把终点给开白。Main靠这边。这个传送门好像，哦，不行，没办法，只能卖掉门靠，留一个传送门在那边。又传回来，先阻止对方把点位踩下来，然后一个传送门传到下面，带刃上去。那这一波其实。还好，下面那个元素应该一个闪现也上得来啊，把对方的死灵给变机了，但后续的伤害好像不太足够。对方用个传送门逃，哇，这个 Helsers 这个传送门也是很关键，直接把 Frey 被变机的 Frey 这个救走了。不过他第二次变机。点上则是这个哇，这边变了一个龙卷风在那边吹。那加点的情况 t
Tesby 跟这个 Mankow 又在跟对方这个二 v 二哦。那上一波是因为死灵夹了过来，所以才输了这个二 v 二。这个二 v 二大家会打一阵子，看一下 Dragon 这边血量有点低，补血 C 快好了，那还有个漏油血可以踩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、哦、这边被逼出了被动缩小，这样就要小心这个被动缩小结束，马上被吃到一个控制哦，跳一个地形。有时候被动缩小也是会有点害到自己的、啊，就你对方 timing 好的话，那你说要一结束马上补你一个控制，你就原本补血可能原本可能补血是一好，结果补不出来。Cousins 被终结掉了，那这一波已经可以说是决定了这场的团战了、哦。看那个 TCG 有没有办法扭转回来，因为他们现在人员是有减员，一个传送门传回中间。这边传回去又传过来哦，所以只有哇 ，Helsis 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位置 ，Helsis。Red team got a capture point. 这一波有点关键哦。第一个是时间，第二个是其实红队的分数也快来到400了。那Misha这是自己死在终点上面。被毁掉对方的一个法杖舞，有没有人要过去？哦 ，Mankow 到了 ，Mankow 的支援还是很及时哦，一个马上解救这个 Levin 一个一 v 二的情况，然后红队的分数来到400分 ，Bray 血量非常低，这边可能哇。勉勉强强，这个他的自己的元素也是帮他补了一口。我这个点位还是这个红队的、哦，这边又被变机了，非常的危险。一直在利用柱子避免伤害，补血交了出来，唱一个大招冰冻，进到了 F1， 那终点是被。是被开摆了，死灵打工程一个 counter 位，啊，看来这个红队应该可以顺利的拿下第一场。其实前半段非常非常拉锯啊，非常非常拉锯。那比较大的这个开始的那个分野应该是在，红队终点有杀人，然后那个 Misha 在家里摆一个传送门那一波，就是那波拿下两个点。那之后其实之后还是蛮拉锯的，那一直到最大概300比200多的时候，加点那个那一波团战，蓝队是先减员，那一波开始就没有办法，因为那波已经350了。那我们恭喜这个红队先取得一胜。对啊，但是 rank 55的工程是 Zen 啊，对吧？这也是超猛工程啊。我打上传奇是输了8场。最后面
猛遇到那个。我后来打的小号，有一只是输两场的。所以我觉得这季真的是，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然后，但是重点是在于这季快要结束了嘛？那你知道到处各处，不管是 Reddit 还是官网，还是像台湾的讨论区、巴哈姆特等等，都很多人在抱怨这季的匹配机制，就是那个 matchmaking。所以Acer 也有说他们会改嘛，我希望不要改太多，这样会不会很就是坏心啊？但我真的希望他不要改太多，就是就照这样啊。好，今天播的有点久，有点累。我也非常谢谢大家，就是陪伴着我收看。我们现在大家醒着的人还多少啊？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做抽奖，知道吗？我能，哎、欸，我这应该能讲啊。好，那我这样讲好了。据说，好不好？据说要加入那个 MVP 系统嘛？这是什么叫 MVP 系统呢？你们有没有打过那个？反正就是这样子。他在一场比赛结束之后，系统根据你的表现，就是他结算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数据吗？数据，比如伤害啊，伤害输出啊，然后治疗啊，然后承受伤害啊，等等等等的，根据你的数据给予 MVP， 就是给予一个 MVP。然后如果你是输的那一队的人，如果你获得 MVP 的话，你的 MR 会降的比其他人少，也就是说，即使你输了，但就是。假设是你一个人 carry 全队，但是你 carry 不动，就带不动了，真的带不动了，但是你也不会掉太多 MR， 导致你爬不出地狱。但我觉得这东西是放屁。如果你真的 carry 全队，你怎么打？你怎么打都爬得出地狱啊？就根本没有地狱存在这种事情，好吧？ The match starts soon. 没有基底耶。上次有抽基底啊，上次那个决赛的时候，这个到时候第二季决赛的时候也会抽的，好吧？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场双方开场的战术布局。我感觉吧，我觉得 Rank 55应该会赢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明小先去中间，这也是这张地图现在的。队伍常常会用的一个开局战术，就是先让幻术去中间，然后幻术在中间放下传送门之后，他就可以决定，就是你在中间放传送门，你两个点都就是以终点为基点，也为轮转的基点，然后看你要去哪个点位轮转。好，就变成 Hersus 跟 Misha 要在这个地方单挑 ，Hersus 开了一个传送门。带了他们的 Frey 过来，想要二打一先收掉这个 Misha 受不了，也开传送门，他自己先逃，哇，被冰到，哎、欸，是被冰到啊，马上被控制到了，应该是被这个大锤还是什么弄到，这边收掉了。开场 Hellsis 这个传送门带这个 Frey 过来，是让 Misha 付出了点代价、哦，
因为 Misha 感觉他想忍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那时候其实身上就状态很差，他才用传送门逃。他如果更早一点逃过去的话，应该还好。然后他逃回去之后又吃到了控制，加上这个抓人追上来把他收掉，用一个那个切换触发的那个水的啦 ，Hydromancy 法印。我们应该会变机一波撑过去。那开局一样，我觉得上一场开局我也是觉得 GG 稍微占点优势，我还是要看后续的那个后续的会战啊、轮转等等的。Frey 在这边其实状态蛮差的，这边可能会进入一个倒地状态。啊，还有生命之力。队友一直在拼命的支援他哦，但他这边应该还是会倒吧。哦，这个水超仔有没有稍微出来一下？没有，这水超仔并没有补到他真实的血量，所以这边还是进入到一个倒地状态。那队友很快在救，不知道救不救得起来。这边是四个人在压制这个尸体，啊，救不起来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红队蓝队有可能。稍微得让一下终点，哎，应该还好。他拉了一个人去，那个抓人拉了人过去他们自家点位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重点就一时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一个4v2的压力。那 Misha 复活过后过来 ，Hosen 这边血量很少、哦，这个单挑。好 ，Levin 跟对方的。红武都补过来哦，所以，但是 Helsis 是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，躺在地板冰凉的地板上，而且终点也被开白。米小在终点放了一个传送门，想直接先去原点做一波做一波支援。我不过吃到了一个剑恶，现在只剩下半血，补血补出来。这个传送门，自己先传回去，然后换了那个刃过去啊、哦，换了刃过去，他自己传回中间。要去跟 Helsis 的动向，那重点是 Levin 在打对方的元素。哇，这一波的话，那原点这一波有可能是红队取胜哦，因为他们是有 Main Call 在这边作为辅助的，那自己的元素是被拖在终点上。蓝队的人哦 ，Helsis 选择先过来这边变机一波，反正利用地形加上队友的辅助，让队友的支援啊，是成功的这个拖过了变机的时间。那蓝队跟红队都是各自站下自己的家点。Cousins。这边一波推，开始决定先回去帮那个抓人了、哦，因为那边放了一个死刑跟工程单挑、哦，又是一个counter位。我们等一下打完这场，没有打完这组对战啊，打完这组对战抽个奖，800宝石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位置一个2v2，那大概也只有这个位置可能会比较打出结果，终点应该是会耗着。站在这边，血量其实有点残了，但是一个治疗塔实在是一个很强的补血技能，这个
所有职业里面数一数二强的一个补血技能。好，不过这边 Frey 是先到、哦、，Main 靠后续才到。哇，这个 Rampage 有点浪费，因为被触发那个被动的缩小。不过 Rampage 也有一个减伤的效果，其实也可以，因为 Frey 是先到的 ，Main 靠有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支援到他的那个血量，所以他先开。这个把这个点给开吧。终点上面，终点这样终点会有点危险哦。看一下终点是谁？啊 ，Helsis。我抓人刚才被打到那个逃回家里之后，绕了一下，然后又回到了终点哦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好 ，Helsis 传送回去中间 Levin。但是那个也跟着传过去。这一波哇！这波 Helsis 这个传送门好 ，Levin 来不及进去 ，Levin 想进去，哇！哇哇哇哇哇！这波我能理解他们的，我能理解他们在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甚至都可以想象的出来他们语音在讲什么。他说：“工程去我们家了。”然后那个 Misha 大概就说：“工程去我们家了。”然后。用传送门去我们家，然后他先传过去，然后他先传过去之后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在中间打幻术，不能让红武在中间打幻术。你我跟你换。”然后他传送回来，然后叫 Levin 踩传送门进去，但是 Levin 走过去的时候来不及，然后门关了，然后那个点位就被踩下来了。我是描述的很生动的，反正他们大概就是这样讲。好，结果这个点位被踩下来之后 ，Misha 又回到这个点位跟这个 Helsis EV 哦。哇 ，Helsis 现在身上症状比较多，已经被迫开出 F4， 得逃哇！这个 Misha 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谁才是第一幻术是吗？”他在这个第一次，我们今天看的那个第一场对战。对上新巨人的时候，也是单挑一直赢的、哦。这波 Misha 有点危险，补血被断了两次。大家在玩幻术的时候，就是你放 F 3的时候，因为 Days 这个东西是不能叠加时间的嘛，所以你在放 F 3的时候，要把分身控开一点，然后让分身撞很多次撞上去，它就会被断好几次这样子。啊 ，Helsis 开了一个传送门传过来，但 Misha 马上开一个传送门跟上来。哇，这两个幻术，好，边点上面这两个幻术大概要打挺久了。边点上面 Frey 已经进入了一个倒地状，已经进入一个读秒状态。这边 Casas 想要冲回家，但是冲不回家。这边红队可能会顺势一波破门啊！哇，好，红队应该会顺势一波，想办法先把门破掉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让哦 ，Misha， 血量非常低，但是他在血量很低的时候，其实那个 Helsis 是便捷。不过 Helsis 应该那时候应该硬啄他，你知道吗？他那血量应该会被啄死啊！被只鸡啄死，然后那个，然后 Helsis 就是事后又可以开直播，然后看看这场的 VOD， 然后在那边评论，你知道吗？说我觉得怎么样，他长这样不是吗？好，我们小位置有点危险哦，要想办法先脱战吗？我这边红队有一个这个优势是他们已经把侧门给破了、哦，这在这张地图上，其实，在强强对决之间其实是很关键，因为你可以快一步找对方一点去 rush 的话，通常都是会取胜。
欸，他们分数也领先一点。等一下看一下他们快要接近这个350分的时候，是他们两队这个传送门要怎么用，利用一个传送门去 rush 领主是在这张地图上非常常见的。好，红武的单挑。米小把边链给开白了，看一下他传送门15秒11，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。把对方元素被逼的交出了这个巨人系的土士，金战吼似乎也是交掉了，听到声音。目标还是对方对面的元素，那终点的情况就是这个元素和这个工程打对方的幻术以及死灵。那这边哇，这个单挑是 Levin 赢了，这个单挑是 Levin 赢了，那这就有点关键了。 Levin 要进去了， Casus 被亮尸， Levin 要先进去处理领主了。这样红队防对不起，蓝队防的压力很大哦。看起来米夏是在中间放一个，还没放传送门，没放传送门，那是空的，直接先跑进来。他有可能，好放了一个，放了一个在门口回来中间。那 Levin 是已经开始动领主了，还有谁是赶回来防守？我要这边要小心哦，因为那个 Casus 复活了。啊 ，Helios 决定让 Casus 跟他单挑，因为他 Levin 这样子，他蛮难承受，就是你同时要承受那个领主的伤害嘛。Helios 应该要先去把这个点那个 Waterfall 给开白哦。不过这一波要小心那个 Misha 的传送门，好，传过来了，传过来了，传过来了。Main Call Tesby Misha Levin。领主是满血的，领主是满血的，但是这一波要进去应该是挡不住，而且米小是有变机的、哦。好，结束，米小最后一个传送门运用的非常漂亮，2-0，还是击败了这个 TCG。那我们。那我们来做一个抽奖好了。抽奖，等我一下。抽奖就打这个关键字，我最喜欢在人很少的时候抽奖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忠实观众的福利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们先打一下。好，应该没人了啊，因为我看现在剩下的
好像有些人还没打哎、欸，啊，不管了、啊。那就非常谢谢今天大家收看啊！那今天的比赛转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现在都是我一个人播的话，就会播的比较不好一点，因为我没办法一个人，这支撑这么多的这个话语量啊！我要抽啦。好，我们抽到这位同学。这位同学应该是，这位同学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中奖吧？那，请给我你的，请给我你的 display name， 就是后面有带那个四个数字的那个，然后我会游戏里面记忆兑换码给你。那你 display name 你要在这边直接打也可以，或者是你要用 Twitch 站内信 ，Twitch 站内信给我也可以。你知道 Twitch 怎么用私信吗？或者你要游戏里面密我也可以，就。我的游戏是这个，有看到了吗？我的那个游戏 ID， 那。然后那个我们频道下面也有啦，我们频道下面也有，所以就是非常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然后因为今天好像连假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也不要因为连假就这样一直熬夜，虽然说我还是很谢谢大家，好，大家拜拜，晚安。